万岁呀！万岁，你对杨家呼吁夸家，大家我苦老婆不敢承担啊。古道十年数马共年数来，向朝廷做定大志，钱包沉寒，万岁你生命天子要算一样，做什么虽然重用虽心凉，想必是你为便可早有准备，绝不会遇见面手家慌乱，乌阳家虽说是死的乌江，到今天心有余力量不强，前世的一沙场上我一家死相，怕则怕为欢生不家皇上，皇兄，哎，怎么你们都不讲话了？哎，老太君，啊，老太君，我对你说几句良心话吧，他要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也不会来找你啦。你怎么讲啊，老太君，你不要看他叫什么皇兄与弟弟，我可不姓赵，我姓范，我叫范振华，是陈镇乡下一个卖菜的，他姓赵的，对不起你姓杨的，我知道乡下人也知道，天下不幸全都知道吧。这过去之事你还其他责任？老太君，你刚才说的对啊，怕只怕为患生顾家辈不幸遭殃，这地狱翻榜大事七十年来天下不幸，哪一个不指望李杨家，相信李杨家。呼，老太君，你不要管姓赵的怎么样，还看在天下不幸的份上，就此发禀吧。诺，我就要。你要怎么样了？跪跪下了。阎罗王，你何必如此？
强，我先是老臣甘饮金发红尘，才把那方面大志免遭罪名亡。老太君，你答应了吗？老臣早已决定发兵了。好，姓张的。啊，皇叔皇兄，他杨家答应发兵了。啊，如此说来，太君且止。这圣旨原来万岁早已就准备好的呀，老臣领旨。太君是才身家道士，可是为叫我杨家发兵而来。真是太君向我杨家壮粮勾勾伤命，难道我们寡妇就不能担此天下众人？君主，他宋王虽有不死，但为一国为家，死有轻重。婆母，此番真惜有儿先与众家父母深深前去量我方案。君主，你可放心啊，儿媳遵命。如此就好。两不知胡人挂帅，为娘亲自挂帅。太君年迈，还是我担前去，还是我担前去，我担前去，要是我们一同前去，我说你为古沙王，你们不要咱俩还要抢，真是善英教育我亲娘，我仔细想想，反的亲情和包浆，再要绝梦两个脏爱来不忘光，世上千万当年的欧明枪，那穿不那根家三一军的张大枪，花上千里老臣不去，也能放心得下。
为娘一句，二人不用多言。既言如此，某等遵命就是。这是王广年幼，可留在府中。不，太子母，我要去，我要去吗？王广，刀枪无恙，非同儿戏。太子母，母亲，你们倒是帮帮我。你们如果不带我前去，我就要哭死在父帅的灵位之下了。文官，太子母，冤家呀！军中他一心要养死刘干，归隐他家一旁燕子残影，王广他三年又未尽进战，爹不爹多叫我五年日飘停。太子母，非是顺儿夸口，如带我前去，定把仇人挑下马。当真？当真？有了，小顺儿。明日教场点评，你与你母亲比武。儿啊，认得过你母，定得而去。如儿无意不敬，少不得太娘，哎，就不得你了。文官，你怎么样了？顺儿遵命就是。参见元帅。免赐。啊，七娘，快看看人擂鼓助阵。
儿有一来娘有心，王官发丧天君应欢心，三代为藩你无需多问，我看天君的此事寒凉，你懂得什么？还不催他二人最后一战，决定胜负。是。母亲，难道你真的不叫黑儿为父再报仇不成？你死得好苦吗？英雄一片
同志兵兵本官萧梦儿将听令，待命令下人看守大都市，保护本帅。遵儿遵命。非日寻常，一同对铁明师，祝告天地神灵，杨家立足立宗。是。公公好像我五福临公风儿郎，谁话我两兵龙双将，英勇拔剑铁西旁，愿你们天兄在天上看天下大事，由我来承担。天魔府生儿领养，从马肩长上不平那外患，用了火究竟疆场自告略光，还不可轻敌。得，何不趁其一路劳顿，明日就有副帅领兵攻关，两军阵前，日思杨家兵力雄厚，副帅可假意战败，好把那老七婆引进葫芦口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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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行，你看今天如何风高，正好一心，为何还是言兵不动？吃什么立刻知道，前日王魂败走葫芦客，分明用的是有兵之计。难道众报怨仇就是罢了不成？虽说罢了，那你我进来也身临众报卷去之处。吃什么？你讲什么话？是才听焦廷贵言讲众报他啪啪啪就被写死在这葫芦口山岗之上。
公家面子旧，真龙是那烈家的，叫他四山论船头，用清兵实现这一年后。皇上，婆婆，此臣儿媳在那香港之上，那香港之上怎么样啊？那香港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是我军历在实战，何不就是发兵，请太君发令，配子母，顺儿要随同妻子母亲去杀敌。啊！两军阵前，气口千句王东。祖母，是才妻子母对我言讲，不怪他，他就死在这大外的山岗之上。我好苦命的儿。仇不共戴天，还是放儿前去吧。婆婆，秀则非累，这上岗正是王文之口葬身之地。王官，你怎么样了？妻子母他都是一人一血去了。儿子，莫非你做了母不成？文官，你怎么会知道的呀？是才妻子母一儿言定，二更一过，他便不等顺儿，都是一人前往。金山七娘她今日里千里飞送我千山七三梦随半年私自上山后几次大撇子将将娘伤势如何？这是诸病，要有为上。传八戒来见。是。郡主，立刻传令四营坚守，不许往。是。
命，我要与少夫人择期论战。是。文官，你们也来助阵呐、啊！报！启禀太君，三夫人、五夫人已经颁下朕的令。这天是。回应。你走了，就请太君发令。哎，我是说给你走起呀、李平郎，吴家运势比我强。条旗放在马嘴边，杀死后请教师，请看官兵营，最迟就三难办，一把你怎么想恩平恩干呢、啊、杨辉，你看能平不能平啊？嗯，平不得，平不得啊。爸我杀进老七婆的大局上，是
问在下了。谁佩服命你回报八姑，用全力拖住汪文。是。听住，你看这棋呀、啊，杀就一成。我们赢了。分析全都赢不了，钦差军法令。母亲，孩儿一定要随你前去。文官，郡主，你不要连坐于他，为国灭口，替父报仇，就在此刻。文官，你岂不可离开你母左右？是。杨辉，在。取金刀来。是。金刀啊，金刀！当年你在领公手中取过无数的口手戒，今日交于文官，你要为他清除外患，大振家人。不帅，连胜苏镇何曾借刀摸过阴头，这都没有不好。军队合营起火。好，再来。是。这位元帅摸过阴茎，攻占葫芦口，已夺了大军的归路。再来。是。啊！当当当当。阿副帅，说说错令，你我杀错从容，为道重回大运。
天催动。